梦想街57号，我是李冠仪。电动车的发展呢越来越成熟了，而今年上半年呢，在台湾的电动车渗透率来到了7.8%哦。有很多人啊，应该说是不少人啊，是汽油转电，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对于电动车还是保持在这种观望的一个态度。如果你最近有预期想要换购电动车的话，但周围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都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这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办呢？就像是我们的这位观众朋友，他所遇到问题可能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艾大，对于很多人来讲啊，这种电动车是不是都会存在着一些迷思呢？对，我们现在看这个观众朋友的他的一个疑虑啊，他说 OK， 我预计在半年后会有买车的计划了。那因为他自己住的地方呢是可以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所以他对于他的购车清单里面呢也有这个电动车的选项。那么他也跟家人们讨论说，哎，我有想要买这个电动车，毕竟现在电动车这个零排碳行驶的时候没有这种内燃机的一个这个声响，而且也没有废气，尤其是电动车的这个马达加速啊，这个扭力啊来得非常的这个大，加速力道也非常的快啊。那他甚至呢为了想要让这个家人们感受到电动车的一个这个魅力，他也去租了电动车啊，带家人出去走一走啊。那目前看起来呢，他感觉家里面的人呢还算是蛮能够接受新事物的哈，但是他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们对于电车有一种不信任感呐、啊。那所以他就想要来问问说，哎，到底大家都是怎么说服啊家里面的人呐、啊、来去这个买电动车的？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啊、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呢，对于电动车购买的时候，他有几件疑虑啊。啊，大部分都是看到新闻事件上面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电动车的不安全的这个问题哦，通常是说啊这个起火啦，但事实上呢，这个起火的事情呢是必须大家要重视的，但是呢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或者说这个起火的一个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这么的容易发生，是不是也因为电视新闻的一些渲染啊、哦、让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比例稍微高一些。其实根据呢国外的一些统计数据资料呢，一般燃油引擎的车辆的这个起火发生的几率比电动车起火发生的几率还要来得更高啊，也就是说电动车反而没那么容易起火啊，只不过因为电池的特性啊，也因为市占率的关系，我觉得不是市占率，是市占率车口数跟发生火灾的车口数的一个这个比例来讲，那事实上呢就是电动车其实是对它发生火灾的机会这个数量其实比例上来讲其实反而是低的，但是因为电池的特性，所以呢这个电动车在起火的时候，电池如果燃烧起来的时候，可能比较的在扑灭上需要一些更多的技巧等等啊、哦。那再来呢，他们会觉得说电动车是不是比较贵一些些啦，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各大品牌的这个电动车大概起跳都在150以上的一个这个价格到200多万，他说哎他超过200万预算，我们为什么不买双 B， 不是感觉好像更有面子一点点那种感觉哈、哦、因为毕竟呢特斯拉是一个潮嘛，对不对？那买双 B 感觉这个面子确实是好的很多、啊、那另外呢他也提到的就是说在电动车的一个续航里程啊，以及充电的一些焦虑等等的一些问题。但事实上呢电动车现在里程动辄这个500公里你一天也跑不完，所以续航里程的部分我觉得倒并不是需要太担心的问题啊。那再来就是这个充电的一个事情，他既然他自己家里面其实可以安装充电桩嘛，那其实目前就我所认识的朋友里面啊，开电动车的其实蛮多人是家里没有充电桩，我家就没有。对，那他们社区不能装。对，在一般出去的时候呢，洽公的时候呢，或是到这个商场采买的时候有充电车位顺便充一下，对，或者是呢一个月里面有一两次的时间跑去这个快充来急速的补电补到满，那开出去也很安心的状况，其实算是蛮实用的。那对于这个未来电动车的一个发展，就像冠仪所说的，现在电动车是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多，然后呢，大家接受度其实也是越来越高。那怎么去说服这个电动家人买电动车？所以其实他已经把问题点提出来，这些问题点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我举个例子啊，我今年呢去了一趟这个北欧啊，你知道北欧对于电动车来讲是非常的友善啊，甚至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挪威的部分呢，它这个电动车已经呢销售是超过呢这个燃油车很大的一个这个比例啊。
那为什么我去北欧呢？其实我去的是这个瑞典啊，去到瑞典这个 Volvo 的总部哥登堡的部分呢、啊。那哥登堡他参加的是一个，我参加的是这个 Volvo XC90 Reskin 的一个发表会。那其实同步呢，他也秀出了 EX90， 就是 Volvo 的一个这个纯电的这个旗舰车。那我觉得他里面讲的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电动车的这个到来是不可逆的一个事情啊，而且未来一定会逐步的往电动车的来去做发展。但是电动车推进的进程呢，是不是一定是在现在马上？那我觉得他说要视环境，因为有些地方的电网没有办法部件完成，或者是没有办法提供相对应的充电的一些设施，所以他认为呢，可能在现行的状态之下，电动车跟这个燃油车可能会有一段并行的时间，那其实我们也经历了这一段时间。可是呢，在电动车的这个并行跟燃油车并行这段过程之中呢，中间有一个很大重点，也就是这个XC90 啊 ，Volvo XC90 它推出了这个 P 这个插电式的这个混动的一个这个车型啊。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说，这个 Volvo 提出来这个论述，就是说，是你自己的用车的状况跟环境，跟你对于充电的一个满足的条件来去选择，你要选择燃油车型，你要选择插电式的这个混动车型，或是你属于纯电车的车型。所以对于这位这个观众朋友来讲的话，你家里可以装充电桩，事实上现在快充系统也非常的方便，然后呢，电动车也有很多的一些优惠的幅度啊，充电的一些补助等等。那只要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想其实你是可以提早的进入整个电动车的一个这个世界里面，尤其是他在半年后就有买车的一个计划，动辄我们看到一部车子要开个8年10年哦，所以你现在如果准备进入电动车的领域，你家里的环境，整个台湾的一个充电电网设施，其实像 U-POWER 这个快充站非常非常的便利，那大家家里附近都有哦。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入手电动车其实没有什么样的困难，不然你现在买燃油车，等到8年后再换车，可能大家都是电动车，你还在开现在目前的这个燃油车，那就是另外一个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向啊。的确，新能源车的确是要因地制宜啊，尤其在台湾这样子的环境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啊，充电桩的布局真的非常的完善了，你也比较不用去担心说你出去的时候找不到充电桩可以充。可是如果你想换购电动车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坚强有力的一些理由来说服我们的家人说，我电动车就是有燃油车没有的优势，大概有哪一些啊？新南，对，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就来逐一来剖析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把你买车养车的荷包的面向来说，第一个，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能电动车在过去3到5年可能稍微比油车价高一些，选择没有这么多。但随着这1-2年，尤其是今年，很多比较大家负担得起的一些国产品牌陆陆续续推出以后，哎，大家对电动车的价格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这样的压力了。那荷包的话，当然除了买了车之后，第一个就是你要在养车的部分，或甚至你买车当下的牌照燃料税的这些税金的部分。以现阶段你买电动车的话，当然牌照税还是经过2次的法规的延后，其实到现在还知道2025年的12月31号才有牌照税，会不会科马力税啊等等的，我们现在还是未知数。然后再来，当然电动车它没有燃料，然后也没有燃料税，所以光税金以油车来说，一年就省下了1把多块哦。以你的排机量油车来比的话，再来的话就是以电价的收费的费率，普遍来说也比我们去加油的油费是更经济实惠的。那我们也常常简单来算的话，以往一般你开油车可能一个月5-6千块，可能来到电费同样的里程使用，你可能只要1/2甚至1/3哦，这样的一个平日的开销。再来的话，省到荷包的就是养车的部分。那我们也分享过，电动车几乎都是叫你1年甚至2年以后才叫你回厂来巡一下、检查一下，而不是油车回来动辄就是5油3水啦，相关要保养都会很多的费用。那甚至你开更久的电车，可能也顶多换换轮胎、刹车皮、冷聚滤网这几个主要的东西，所以费用也都不会太高。好，那是从荷包的面向来看。那再来的话，常常就是以这个环保的面向，当然电动车它就没有排污啦，没有排气啦，然后没有太大的噪音的相关的问题，所以在环保的面向也会更好。而且我们常常开车，虽然法规是有规定我们不能在路边长时间的怠速运转啊，但有时候你真的还是偶尔会有一些运转，你要等家人的时候，天气真的很热哦，那这个时候电动车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哦，你开的冷气啦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考量。那再来的话，我们讲过电动车，因为它本身电池啊、电动马达、电系的输出的特性，所以开起来在动力上
甚至动辄有一些品牌它同时推出油车，哦，它也有电车，所以马力可能你多付个一二十万车价，可能马力就多给你一两百匹，所以以动力的感受上，哦，电动车也会比传统油车来得更直接，那你超车啦，切换车道、变换车道，开起来都会更轻松。那再来的话，就是从这个竞速性以及舒适度上来说，啊，电动车少了引擎的震动噪音，也少了变速箱的传递等等啊，甚至传动轴这一些的声音的干扰之后，所以你就会觉得，哎，电动车其实变得非常的安静舒适，甚至我们也常常说，哎，你会发现中低速的这个噪音、车子的隔音就变得更重要，对，因为它没有了这些怠速的声音，然后轮胎的噪音也都会直接的凸显出来。那最后一个电动车的优势就是它在空间感的呈现上，哦，它少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机械结构，哎，其实不论是第一排有贯穿的可能性，或者是后排的平整化、国领式的电这样的一个空间运用，我觉得这些都是电动车明显会比传统燃油车来的一些优点强项的地方。没错，听到这些好像可以说服家人的一些理由之后啊，如果你真的要选择电动车的话，如果选择一个值得信赖而且可靠的品牌，是不是呢？家人会更觉得比较安心一点点呢？就如同我们今天进到棚内的这一款 Volvo 的 XC40 Recharge， 浩生带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一台车啊，台湾的消费者应该对它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没错，而且之前我看过有一些报道，就是比如说最佳安全的车款电动车的这个推荐啊，哈，或者甚至于一些什么十大内装啊，其实 Volvo 的 XC40 啊，真的都有在名单里面。对，其实哦，我知道 XC40 这个车系是 Volvo 当时最小的休旅车，2018年就发展了，可是当时是以汽油起家，后来才衍生出电车，可是一直到现在2024年哦。US 的News and Report 这个媒体哦，它还是把它评选为2024年最佳电车。哦，那代表就是说 ，Volvo 这个品牌，我们讲它从1927年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这个发展的历史。那加上过去 Volvo 对于他们品牌的经营，向来是先研究不伤身体，再讲求效果。也就是说，先研究安全，我们再讲究它的其他的这个各个的造车部分。对，所以 Volvo 等于安全的这一个名词哦，真的是深植在人心。所以，这个网友如果要劝家人啊，要入主一辆电动车 ，Volvo 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嗯，没错。对，那加上哦 ，XC40 其实去年在国内它的销售是翻倍成长，就原本在2022年是600多辆，到2023年是成长到1300多辆，成长101%。哇，对，为什么？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它的售价相对于它的给予的一些配备还有品质，尤其是马力，我现在 Twin Motor 的这个马力，对，它在同级里面相对是实惠的。OK， 而且它又是豪华品牌。没错，第二个它就是豪华品牌。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很多电动车，当你在进入车上的时候，会让很多年纪比较稍长的买家会有点不知所措。嗯，有些你的按钮好过于简易的话，很常用的按钮不知道放哪里。对对对对对。XC40 它就是因为它是基于油车的平台打造，而且是跟油车共生的一个车款，所以里面的内装你是很熟悉的。嗯，就是跟你原本开油车该有的感觉，它就是给你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来看 XC40， 其实到后来前阵子有小改款，小改款就是最主要修改它的车头的造型。哦，对，那它的头灯左右两边都稍微把它削斜了一点点，看起来比较锐利。然后里面当然也有所有之锤的这个日行灯。嗯，重点就是说它左右两边的头灯的 LED 里面都是84颗的灯组，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矩阵式的智慧头灯。OK，然后让你在比如说开远光灯的时候能够进行遮蔽，不会去影响到其他人视线，可是又能够带来更好的照明广度。嗯嗯嗯，对。然后再就是，如果既然它是电车嘛，它的车头一定是跟油车是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水箱护罩，封闭式的，看起来比较洗练，而且它的整个我们讲车头盖，我们不能讲引擎盖，没有引擎，这个电机盖，对，电机盖打开了之后，它里面还有一个31公升的这个置物容积，也就是说它里面也是一个防水的一个盒子。所以你今天如果在外面有玩水啊，或者是户外休闲活动，比较脏污的东西放在里面是刚刚好的。亦或是你有买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一些食物，咸酥鸡放里面，你就放在里面。对，因为你就不要让车上里面有其他的味道会乱窜嘛。对，也是可以。嗯，对，那这个是外观上，
对，虽然它跟过去我们看到的 XC40 好像大同小异，可是其实我知道 Volvo 每年都是滚动式在调整他们的车型的阵容，所以还是有些不一样。例如说这个轮圈就跟我们之前看到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对，好像低风阻是吧？对，而且它是叫做19寸黑钻石切割的轮圈。OK， 那因为双色嘛，所以黑钻石切割。可是我刚刚发现一个很妙的，它除了外面有很多几何造型之外，它在交错的时候，在中间形成一个黑色的星星。对，它其实还蛮多层次的，有蛮耐看的。对对，那这个是它的这个造型上的重点。那另外就是说，小改款之后，双马达的这个 XC40 Recharge， 它的马达配置也有点不一样。以前是前面150千瓦，后面150千瓦，总共300千瓦。可是他们经过小改款配置，重新配置之后，前面变成110千瓦的感应非同步马达，后面变成是190千瓦的同步感应式马达。所以这样加重起来一样是300千瓦，可是呢，最大的重点是什么？它能够续航有变多吗？续航是因为电池增加，电池从78到82，然后最大的重点就是前轴的负担变小了，然后前后配重改变了，所以它操控更好，同时减少18公斤的这个重量。哇，还减少18公斤？对，然后就增加它的续航力，它续航力我刚刚讲78到82，增加到82度，可以达到541公里，这个是 WLTP 的数据，所以它都是一直滚动式在调整。那我讲到内装呢？内装我依然很熟悉，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习惯这个内装，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电车专属的一些配备，例如饰板是不是？对，例如这个饰板，这个就是等高地形图的饰板，然后会发光。对，然后该有都有，像10.3寸的这个仪表板，中央9寸的这个萤幕，包含 Google 车载系统，两边的电动调整座椅，加上 Harman Kardon 的音响，它就是一辆不折不扣的电车。所以如果你今天到展厅看这台车，它的质感、它的配备、价值，你真的绝对不会去含扣它。而且222万的售价，你对比同级的豪华品牌，你能够买到408匹马力，真的是没有。对，而且你说408匹，对不对？我觉得我比较在意，像我现在开电动车，我觉得我的车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像你刚刚说，它是 Google 的车载系统，没错。那它可以预判，比如说我现在台北到高雄，那如果说我今天好，我不是满电的状况底下，我要下去高雄，因为你刚刚说500多嘛，没错。其实到高雄非常非常够用，你搞不好还可以再跑回来，可能跑到台南或台中，折返一点。对。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完全满电的状况，我想要知道说，我大概到高雄的时候，我预判大概是剩几%的电。它会预估。它其实这一套系统会告诉你哦，如果你不够，它中间告诉你建议你去哪里充电哦。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整合的非常的好。它会让你比较安心，对，不会有里程焦虑。对，现在连双 B 都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对。他就说你自己看一下 Google 大概几公里，然后自己算一下。哇塞，怎么会这样？对，这是就是它贴心的部分。所以它就是很人性化，因为它就是以电车的使用者的出发考量点嘛，我就讲说 Volvo 这样都是以人为本，所以这些小细节其实都还蛮精确的哈。然后它的后座虽然它的车长4.4米，可是它后座其实看起来不小耶。对，它的膝部空间，包含最重要的是 XC40 它刻意挑高的这个车顶，让头部空间也其实蛮开阔的。是。然后呢，中央一样有出风口，还有下面有两个 Type C 的插孔，以及爸爸们最希望的就是 ISOFIX， 它有2具，让你去可以安装那个儿童安全座椅。这些都是它能够符合一些家庭买家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对，好，那当然，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包括连什么后面啊，什么行李箱啊，对不对？对。因为如果说你喜欢像这类传统 SUV， 它在行李箱的公升数上面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没错。以这种我们所谓的比较小型的 SUV 来讲，对，表现够。你看我一打开，我觉得。你以为它车长不长，结果看上去它其实深度蛮够的，行李箱空间还蛮大的，而且一看就超过400公升，对，它达到452公升，那放倒之后超过1300公升，非常够用，而且把它打开之后呢，下面还有隐藏式的空间，还蛮深的，让你去放一些杂物收纳的空间，两边都还有挂钩，然后当然电动尾门是标准配备，是，所以这些种种
就是为什么 AC40 在去年能够卖翻倍的最主要的原因电动车的部分。的确啊，如果我们要选择一台家庭的用车，而且你又希望它是非常安全，我们马上第一个直观的这个想法就会想到 Volvo 这个品牌嘛。从1970年的时候 ，Volvo 就成立了交通意外的研究团队哦。Volvo 的安全啊，始终是超越各家品牌的高标。那进入了电动车的时代 ，Volvo 到底是怎么样去达到他们的安全呢？我们都知道哈 ，Volvo 向来跟安全画上等号，而且呢，我觉得它在电动车上，它也非常在乎这一块哈。我们来看一下 Volvo 在电动车上啊，它做了哪些努力哈。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一次它除了有为专为这个电动车有一个专属的一个拢型的一个车架，它这个拢型车架是高刚性的一个硼钢制作的一个拢型车架。那除了这个拢型车架以外，它又加强溃缩区跟电池防护的能力哈。我们看它加强溃缩区，从我们先看车头，车头在底板下面呢，通常它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防撞钢梁嘛，而且这个防撞钢梁呢，它跟它的副车架粘在一起，锁在一起的用意是，它希望利用车头这块溃缩区来增加呢，来防止它后面这个电池呢被刺穿的危险。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个在 A 柱下方靠近门两个前门的底下它有一个叫做助铝滑块，这个助铝滑块这两个小滑块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力，就是当你在尤其是在偏位撞击的时候，那个撞击力很大的时候，它这两块助铝滑块它可以去帮 A 柱去吸收分散能量。哦，哎对，所以这两块真的是很厉害哈。好，这是车头，那我们看一看车侧的一个防护能力呢？一个它整个。车侧就是它整个底盘呢，就是电池。那这整个电池呢，它是用什么？它是用一个铸铝的一个底梁，铸铝的底梁，然后去加固。而且它的周边呢，尤其是左右两边它因为要为了要防范侧撞，对，所以它把它又加固了。那它的加固是它把那个侧那个铝脊的一个梁柱它用一个中空的，你中空的截面剖开看它是一种蜂巢状的。所以它可以吸收更大的能量，也就是说，它整个电池呢被这种，铝脊型的一个梁条跟两边加固，保护的非常的安全，密实的把它包紧，对，保紧的。好，那我们看一下，那它在电池的防护能力在电池它这一次的小改之后，那电池呢，它除了增加密度以外，最重要的是它在整个防火材质，还有单层的防火材质跟隔热材质全部都加强之后。最重要的，它做到是说，当在发生撞击的时候呢，它会保证在20分钟之内你不会看到明火。那这个20分钟呢，就是要让你可以有逃生的时间跟黄金救援的时间，而且这个相较于国际的标准，它是超过大概5倍到4倍。对，它的安全永远就是永远都是超标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而且它在整个电池呢，27个模组电池之外呢，它有。用了一个比多，它可以最高达到最高的防水啦，防尘都是最高标准。对，我看过国外有一个媒体，他把整台 XC40 Recharge 它全部浸泡在那个水里面对。然后之后呢，他们再把那个车子拖出来之后，它竟然还可以发动，可以行驶。没错，它就表示它的气密性做得很好。很好，而且所以它可以浸泡，可以保持最多可以在12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它这方面，我觉得 Volvo。不过，他以前我们都知道，他在油车里面，他的安全毋庸置疑。他在电动车要求也是比油车更高、更加高规格哈。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你这样，不然你说开电动车会有一些安全的顾虑哈。你的顾虑 ，Volvo 全部想到了，你没有想到的 ，Volvo 也完全帮你设想到了，而且都以超高规格的标准来做哈。那这边我要提到，除了他在整个底盘安电池的安全、整个溃缩区的加强之外。它这次小改的这个 PA2 智慧驾驶辅助系统呢，它也有多一个什么？多了一个是，它会发就是有一个智慧辅助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当你在启用智慧驾驶的时候，当你的双手没有放到方向盘，它就会哔哔声来警告你。那如果你第二次它还你还没有还不理它的时候，
它会帮你的车速慢慢降低，然后到停止。对，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智慧驾驶辅助系统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算是还蛮厉害的，而且是可以帮助驾驶者去注意一些其他不必要发生的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在 PA2 上，它真的是这次在这个细节上做得更好。再来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它车里面还有 clean zone， 它整个空气啊做得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它整个它的 clean zone 呢让你坐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很自然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氛围。所以我觉得它从安全啊，然后智慧驾驶辅助系统到整个车舱的一个氛围、空气氛围，它都照顾到，帮驾驶者、帮乘客都照顾得非常非常好。没错。那现在如果你真的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哈，你可能也锁定了电动车。如果消费者真的要选择这种小型的这种豪华品牌的电动车的话，除了 Volvo 的 XC40 以外呢，我们来看看市场上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项啊，邢楠？对，其实现在国内可以买到了豪华品牌的电动车，我们就讲比较尺寸接近 CUV 的小休旅，或者是其实各家销售策略蛮雷同，就是同时会推出啊 CUV 小休旅，也会有所谓比较哦 Coupe Like 跑旅这样的一个车型哦。除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Volvo XC40， 我们就知道它也有所谓的 C40 Recharge 两种的车型。那 BMW 的话就是 iX1 跟 iX2， 那如果是 Audi 的话，就是以同级距的是 Q4 e-tron， 以及它 Q4 e-tron 也有 Sportback。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休旅车型的部分 ，XC40 Recharge 它是用两种动力、两种车型，它比较特别，就是同一个车型之下，它有两种的电池配置跟驱动方式。当然，它在现在目前这个年式，它卖的就是所谓的单马达后驱，或者是前后双马达的四驱哦。那其实这个之间的价差大概有一个30万左右的一个价差。那其实比较亮眼的数据的话，我们比较推的话，就是在它这个双马达车型部分会有一些优势哦。虽然价格贵一些，它的标准车价是222万，但它的强项就在于说，它这一家车厂它在单马达、双马达，它的度数不一样，它的电池度数双马达的大一些，82度，单马达只有69度。然后再来就是攸关我们买电动车常常会讲很 care， 就是充电的效能、效率的部分。它的双马达配的是200千瓦的 DC 最高的一个对应功率。所以它的电池度数更大，然后它的充电效能更高，所以换来的反而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比喻，就是10到88的充电的时间，这个效率就出来了。那当然，它另外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双马达，它调教我们也都试过，不论是 AC4 或 C40 哦，其实它的加速的速这个性能感会非常重，因为它的出力已经来到了408匹，扭力也超过68.3公斤，0到100以 AC40 的话4.8秒。所以你放眼来看的话，其实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BMW iX1 或是 Q4 e-tron 来说，尽管用到双马达动力的调教的车型，也都没有像 AC40 的双马达来的这么的凶悍。那再来双马达，我们刚刚讲度数比较大，充电效能比较好，再来的话它的续航里程以 NEDC 来说也有623公里，是比较理想。然后来看 BMW 他们的 iX1 的话，基本上它就跟 X40 不大一样喽，它是用单一动力车型，它都是 xDrive 的30，然后外观就是 xLine 的配备。那听到 xDrive 就知道单一，它都是双马达的，然后它的度数稍微小一点，66.5度，然后动力调教也有313匹，其实0到100也蛮快的 ，iX1 也有5.6秒，那 WLTP 的续航也有440公里这样的一个表现。好，那再来看到奥迪的 Q4 e-tron 的话，它又跟 AC4 比较接近，就是有两种配置，一个就是后驱的单马达，它叫做45 Advance， 那也再来的话，它的55的 Quattro 就是所谓的前后轴都有马达，那也会给你比较运动版的配置，那之间的价差一样也有大概20多万的一个价差。那如果你选到 Q4 e-tron 的双马达的配置，它的动力处理也来到了340匹，然后0到100的加速也有5.4秒，然后 WLTP 也有523公里这样的一个表现。再来看到跑旅的车型的话，当然 XC40 对到的就是 C40 的 Recharge， 那它的售价基本上现在各家的策略一样，你要买到 Coupe Like 比较帅的都会比 CUV 贵大概10万上下。那这个 C40 的单马达的起价或者是双马达的售价就会比我们刚刚讲 XC40 更加了10万块左右的价差，但基本上这两台车的出力数据调教，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电池度数、充电功率，只要你是单或双马达，它的配置不论是 AC40 或 C40 就是一样。那回归到 Volvo 他们的
哦 C 四来看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电池的效能、哦加速的性能之外，哦我们刚刚也聊到很多 Volvo 有关他们家的，就是哦这从油车长时间累积下来的一些安全的 data， 哦一直延伸到现在电车上，包含电池的安全哦，我相信都是在 C 四十 Recharge 上我们会看到它比较强项的地方。然后再比较的话，就是 iX2 的部分，它当然相较于 iS1 的话，一样它也是用单一动力，也是用 xDrive 的30。不过它 iS2 原厂 BMW 就是因应它比较跑格化，就不是给它 xLine， 它是给它 nSport 的外观，所以外观就会更帅气运动化一些。然后单一车型的售价是237万，然后马力的话一样也是313匹。那 Q4 e-tron 的 Sport Bay 车型，一样也是照这样的逻辑，就是变得比较帅度，那价格会高一些，那动力出力数据也都一样。所以总归来说，我们以不论是 AC40、IS1 或是 QV 状来说的话，其实 AC40 它的尺码其实更适合都会，它的车长会比较短，但是它的轴距其实又不算很短，也有 2702mm 轴距，以 C4 来说，所以它在实际的空间的表现上是不俗的，给大家做个参考。历代以来啊，其实 Volvo 在每一个历代的车款来说，他们在外观上面也下足了功夫嘛，对不对？对啊，像在我们小时候，我们讲到 Volvo， 长辈就会讲说，哦，坦克方方正正的，哦，那个就是适合长辈开的车，哦，比较保守。三师开的车。对，但是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他们就曾经以美被闻名哦，就是当时他们在1961年打造就 P1800 的双门跑车。之后，他们有衍生出了 P1800ES，S 呢就代表是 Shooting Brake， 所以它采用是双门跑车的架构，可是是三门的基础，可是是长车尾，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猎跑的始祖，因为我现在猎跑所谓 Shooting Brake 都是五门嘛，它当时他们是采用三门的猎跑，可是重点是它的尾门，它没有尾门，它就是一片玻璃，哦，这个在当时是很新创的一个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后续也延伸到了一些Volvo 后来的车款。我们表上虽然有 C30， 可是 C30 是21世纪的产物，对不对？其实早在1986年，还有一台车叫做480，480有的地方叫 ES， 它也是类似 P1800ES， 三门斜背，可是有点车尾有点向后延伸，比较长一点，可一样是玻璃的车尾门。好，这个是延续了20多年之后延续的传统。一个代表性的车款，那我这边说一下，480当时是一个针对年轻族群设计的车款，因为当时大家就觉得说 Volvo 过于保守，所以这台车480当时是第一台前驱的 Volvo， 也是第一台有氙灯头灯的 Volvo， 算是蛮新潮的。台湾其实也引进过，还不少。那到了21世纪，就是 C30 衍生出2006年的，就是 C30 这个车型是其实是透过当时。S40 这个平台底盘平台去衍生出来的豪华掀背车，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豪华品牌开始在着重入门的这种豪华掀背车的产品，包含 E 系列啦、 A Class 啊，就陆续的出来，就想要锁定年轻的族群。所以 Volvo 当时这台 C30 同样的，它利用了比较年轻化的外观，然后三门的设计加上它的尾门，我看它的尾门一样就是 P1800ES 整片玻璃的尾门，上面有一个 Volvo 的字样，看起来非常的新潮。那所以就是说 Volvo 它除了专注在安全的这个发展上面，它在外形以及它的文化的经典的传承上面它也有所琢磨，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C40 Recharge， 我们讲说它的车尾好美，美背，其实这个美背相当程度上也传承了来自于1960年代的这个 DNA， 所以就是说呈现出来就是一个比较新时代前卫，可是又有一些经典元素在里面的外形风貌。没错，好，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照片上面的 C40 的 Recharge。那今天实车也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就请坤仁哥带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实车真的超级美的，尤其是它这个车尾的部分的设计哈，从 B 柱以后非常快速的下修的这样子的线条。
那刚才浩生有讲过，其实我觉得 Volvo 做这种美背型的是其来有志，我觉得它有一定某种程度的一个深厚的功力。我觉得像 Volvo 做这种斜背跟 Alfa Romeo 做那种旅行车一样的意思，我觉得都很漂亮。所以我们就从车尾来看，你看整个双尾翼的一个形式，而且你看这个中间这个尾翼呢，它用黑色钢琴烤漆，有一种视觉融合在一起。但在最重要的这个视觉焦点，刚才是这个尾灯，嗯，这个尾灯呢，你在开、你在启动或是熄火的时候，它都会做一个比较这种渐进式的收束哦。所以我觉得在车尾来讲，它除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斜背以外，它在灯光的一个营造上，它也增加一些视觉的效果，没错，非常好看。这种高级感，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在灯具上面下功夫。对对对，而且它会做一些动态的来显示，对、啊，很漂亮。很漂亮哈，嗯，那行李箱呢？我觉得行李箱跟刚才这个 XC40 一样哈，我觉得它稍微当然是斜背嘛哈，所以它行李箱稍微去牺牲一点，满载的时候是414公升，然后你如果全部放倒的时候，后座椅放倒可以来到1205公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不算是在水准之上哈，所以整个车尾我就来看哦，当然我觉得很漂亮，而且是很有个性化，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美背式的一个造型，一个美型嘛，对对对对对。那像什么样的人会买这种？有家庭的，也许可能我就会觉得，嗯，买这个，比如说标准版本的 SUV 这种车型。但如果比如说是两人用车，对对不对？顶客族，顶客族，或是三五好友一起出游的时候，其实这一台车也非常够用。对，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刚出生没多大，我觉得在后座上，等一下会讲到，我觉得真的都还不错。我觉得。相较于来讲，我觉得，欸，它除了在美型上是获得了高分以外，我觉得它在实用性上，它的分数也很高，哦，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后座。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我们就从后面一直往前介绍。那当然我们说知道斜背是在最重要的就是在后座空间的一个差异嘛，是。那你看，其实虽然它是这样一个从 B 柱这样慢慢倾斜下来，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它在后座头部呢，大概还有一个拳头的空间，膝部也有大概至少两个拳头到三个指腹、四个指腹空间，所以我觉得都是非常合理的。我倒是可以坐进去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啦，其实坐进来啊，我真的觉得我们被外形给骗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头部的空间还超过一个拳头以上，一个拳头大概两个指头，其实。空间上面头部比较没什么压力，是因为呢，你看有个非常大面积的一个全景的玻璃车顶，对，通透性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可能外形就很帅，但是车内的成员呢，你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样子的压迫感。然后膝部的空间我觉得也够，而且像我现在是穿高跟鞋，对，如果我没有穿高跟鞋的状况底下，其实我觉得它的舒适性会更好，没错，对不对？对对对，以这样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我不算矮耶。对啊，我觉得所以，而且它车高已经比 SC40 还在降低一点点哦，不到一米六。是被外观骗了，但你坐进去了，哎，结果哎没有比想象中还要好哎。这个怪点，那个重点就是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你看你从外观看，其实最低点是这边嘛，但是我们进来，我们大概是头部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对，而且它里面是有一点往上镂空的感觉，对，是往内凹的设计，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所以你看坐在后座，就像怪你看你大人。不要说小孩，大人坐也都没问题，没错没错。好，那刚才浩生有讲过，他这次比如说 Twin Motor 就是有双马达嘛，前后马达，然后前面跟后面，他这一次呢，我觉得这次小改，我觉得 Volvo 非常有诚意，是最重要的是，他除了换上了马达以外，最主要是这个马达哈，它马达采用一个新世代一个设计，就是说，第一它的半导体的设计，它采用的是碳化系跟碳化钾。那这个呢，它可以对应到比如说高频率啦、高功率啦、高温，它都可以对应到，哦，所以它就是马达的功率更高，对，它的半导体就已经升级了。再来是 Volvo 发现到，哦，他们在从2018年就开始对于电动马达的关键部件，他们都自己做设计，所以呢，他自己写软体可以来优化控制，尤其是后轮输出的一个动力传输，所以其实你看哦，像我开这一代小改的 C40， 我觉得啊，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棒。除了是四轮驱动的稳定性以外，因为而且它是偏后轮驱动的一个设定，对，所以它又有后轮驱动的一个乐趣，就是后面马达的那个效力也比较大，对对对。然后但是功率大，所以你会有后轮驱动的一个乐趣，但是它又因为是四轮驱动，所以它有四轮驱动的安全性，对，那在它这个配胎，我觉得它配胎25、45、19寸的配胎哦。
我觉得这个配胎哦，它的抓地也非常好。就我那天试车的时候，不管是上坡啦、下坡，或是下雨天湿滑，它的抓地都非常非常的出色。嗯嗯、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方向盘的比例感非常好。而且呢，我从来没开过 Volvo 的操控乐趣这么好，就是它的三，你只要握它的三点钟跟九点钟的方向呢，你就可以过完所有一切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弯角。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就会让你觉得哦，哎 ，Volvo 在这个车操控乐趣的方面上，你会让你体验到。开 Volvo 车也有一点对对对操控乐趣。那最重要，你看45的扁平比的胎哦，虽然是比较扁，但是我觉得你坐在里面上的那个行路质感非常 Q。嗯，哦，我会觉得真的很棒，而且又保有一定程度的路面感。那胎壁又很 Q， 所以舒适性也有。然后再这样，电动车很安静，安安静静的，而且非常的线性。我们说。现在传统车厂做的电动车，它的速度当然电动车都可以很快，对。但是我觉得传统车厂，尤其他们有这些经验，所以它会更什么，调得更线性，就会让你像开传统油车那样子。比如说我在拉速度的时候，我不会突然猛爆给你速度，对不对？对，所以你看它保有了这种汽油的线性的一个行路质感，再加上电动车非常快、非常安静，再加上它的操控非常好，所以你看哦，现在刚才跟你讲。虽然它是一个非常以前这种鞋背是非常个性化，我们可能要做某种程度的牺牲，我可能在后座空间上不行，但是你看都不会。你刚才坐后座空间，那行李箱空间有一定的水准，它又保有乐趣，而且又重点外形又漂亮，外形又漂亮。对，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我觉得是很值得，比如说小家庭，或是你就算有两个小朋友都 OK， 都完全适用。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部休旅车。是，当你已经决定啊，下一台车你可能要换成电动车，你从油转电，心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疑虑的。例如大家最常说的里程的焦虑啦，还有充电的便利性等等，我们就听来宾怎么说。的确，很多观众消费者在选购电动车的时候，都会先考量到它的充电效率啦，或者是一些里程焦虑、它的续航公里表现等等的。我们就来帮大家做一个分析哦。当然，我们讲到选电动车充电效率的部分，我觉得如果今天你家里确定是会装哦这种 AC 的充电桩的话，哦，当然你就不会去 care AC 它的充电。其实你回到家就插，或者是办公室有。通常都会有很多个小时，所以大家不会太 care 它的 AC 的充电的效率。再来的话就是 DC， 就是你家里没办法装，你常常要去不论是车厂官方的 DC 充电站，或者是第三方业者，这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充电站停留时间越短越好，也就是说充电效率高一点，对你停留的时间就会缩短一点。再来就是电动车本身的续航力哦，那其实各家不论是原厂公布，不论是 NEDC、WLTP。那我相信还是回归到各位观众你实际每天用车的里程数，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对，有的人可能很近就了不起三四十公里，有的人可能要跨县市，都会有一些续航力的考量。再来就是充电设施，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但我觉得以现在2025年这个下半年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的这个充电设施的可以见到的这个，其实几乎每个月都是在成长普及。不论是车商本身的建设，或者是第三方业者，其实越来越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之下，所以我觉得以这个充电设施的普及度来说，大家可以慢慢的撇除掉这些相关的忧虑。那再回来，我们就以今天我们讲的 Volvo 的 XC40 的 Recharge 这一款车这家品牌来做一个选购上的一个考量的介绍。那如果以这个 Twin Motor 我们讲的双马达的动力来说的话，我们刚刚也有聊到。它的电池的度数配置是更高的，82度电，然后它的出力当然也更好，408匹的马力，然后0到100只要4.8秒。那续航力的话，原厂公布 NEDC、WLTP 都有，那我们就用 WLTP 讲的541公里来看的话，当然实际上路、天候、路况、开车习惯、载重等等，还会再打个一些折扣，就算八折来说的话，也有4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那我觉得以台湾。就这么点大，台北高雄这样400公里来算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它的续航力也都算是合格过关，你不用太去担心它。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充电效率，那既然它是Twin Motor 的车型，它的 DC 对应的最高的功率来到200千瓦的话，所以它的10到80%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的效能的这一个理想的集聚内，它也可以在半小时内，那原厂公布是28分钟可以完成。所以我觉得以这几个面向来说的话 ，XC40 的 Twin Motor 的车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再来的话，我们就回归到一些实际买车的一些比较实务考量，比如说车价的部分。那其实最近你去看
Volvo 他们的官网，其实靠近年底了，也有一些促销，我觉得蛮诱惑的一些价格的一些优惠折扣的资讯哦。不论是 C40 或 AC40 两种不同车型的各有两种编程，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折价优惠。譬如说 C40 跟 AC40 的这个单马达 Single Motor 的都分别从原本的201万降到178万，嗯 ，AC40 是从191降到168，也就是说它降了大概23万。那如果是 Twin Motor 的话，也都分别有大概12万元左右的一个降幅。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买车的价格降了之外，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充电的效率啦、充电的费用啦，它也都帮你考量进去喽。譬如说你现在买车的话，买24年式的这两台车的话 ，C40 AC40，它还会你可以独享原厂 Volvo 他们有自己在他们的经销展件都有一些高速的 DC 的充电站，那充电费它也给你8折。其实原本度数收费已经不高了，再打8折，再加上它特约的第三方业者也都是8折这样的一个优惠。那如果你真的家里是允许装的话，它也会在加购你家用充电桩的部分也直接给你半价的优惠哦。那印象中其实家用充电桩已经不会太贵，它还给你再半价，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买电动车的这个成本越来越低啊。那除此之外，买了之后它也会给你4年8万公里的延长保固，包含4年8万公里里面的免费保养，还有4年的免费的道路救援哦。那大家知道，其实这个这几年 Volvo 他们的车机也都用了 Google 的车载系统，那有一些OTA 啦，或是下载的功能啦，你需要用到流量的部分，它也会直接提供你4年的智能互联的免费数据流量。然后还有像 Volvo 他们家的所谓 Volvo 网购，就是有一个即时装人服务，你真的不小心车子有状况或发生车祸了，你就按这个 Volvo 网购，它也提供你15年的服务的一个保障。在这个月你买这样的车都有很多的优惠。那除了 Volvo 的优惠，我们也补充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奥迪针对他们家的油车这样或是一些电车的老车主，也特别针对老车主回娘家这样有一些优惠服务。也就是说，他针对4年以及7年以上的奥迪车主你回到原厂，他会帮你检查你的外观啦、电瓶啦、刹车啦、底盘啦，这是先检查。那如果真的有老化需要更换，他检修之后耗材的部分4年他可以打8折。那如果是7年以上的这个车主直接打到7折，那工资也会再给你优惠，甚至你达到了一定的消费，还会再送你一些不错的精品的赠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奥迪的一些老车主回厂也是一个不错的优惠服务。充电优惠还有车价优惠不稀奇哦，竟然还送你车，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没错，现在 Volvo 的电车不管是 C40 还是 XC40 啊，除了价格上有一个大幅的优惠之外呢，还有它的充电也给你8折，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因为我知道 Volvo 的车主啊，他们的粘着度其实都非常高，也就是说 Volvo 呢换 Volvo 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这个比例，那他们也很常的去喜欢推荐他们的这个周边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分享Volvo 的一个这个好处，所以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车主是在推荐亲朋好友这个换 Volvo 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如果你是 Volvo 车主，你也推荐亲朋好友呢，这个就好好的来听一下，因为呢你有机会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抽什么？抽最新的 Volvo EX90 的顶级版啊。哇，这个我在哥德堡看过，对，超赞的这台车啊。那当然呢，就是说如果呢在今年年底前你推荐你的亲朋好友呢买了这个 Volvo 的 C40 XC40 的电动车呢，你就可以获得呢这一个抽奖。